大家好，我是匡彩，我现在在厦门的明慧广场。这个商场其实现在很萧条啊，就是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店铺是空着的，或者是没有开门的，就是非常的萧条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。但是在这里面藏着一家据说非常好吃、非常火的煲仔饭，现在我打算去试一下。找到了，这一排过去基本上所有的店都是关着的，就他们家开着，去试一下啊。给我来一份那个腊肠腊肉的吧，稍微那个自己写是吧？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那边要多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来看一下我这一份煲仔饭呢、啊，我要的是一份腊肠的煲仔饭，然后加了一份腊肉，还加了一个卧蛋。这一份是。33块，在上来的时候，老板他就给他拌了一下。这个米饭是粒粒分明啊，闻着很香啊，来试一下啊。来一口啊，哇、哦，好烫！好香。其实它腊肠腊肉都还挺多的啊，看，来个饭多一点的、啊，这一勺基本上都是饭了、啊，要小心了、啊，很烫。嗯，可以。这是边上，你看，它是有一点点锅巴的，很脆，但是不硬。米饭粒粒分明，很有嚼劲，然后越嚼越香。在混合的这些辣味的香味，其实我真的觉得它这个腊肠腊肉真的挺多的啊，每勺随便㧟起来都是有腊肠腊肉的啊。这个带着一点锅巴的，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啊。嗯，嗯，嗯，听到了吗？脆脆的，咯吱咯吱响。晶莹剔透的腊肉啊，再来上一口饭，讲真的，我要不是本来就知道，然后特意进来这商场里面找，真的难以想象，就在这个一个这么萧条的商场里面，有一家这么火、这么好吃的煲仔饭。这种店真的是做口碑的啊，要不然它开的时间不会这么久。哇，太辣了！这个煲仔饭确实很好吃、啊。